go back to the hideout as soon as you can， 冇问题。跟住点啊？一齐唔想去个直升机嘛，陪佢，同佢一齐到死都好喎、啊、吓、啊。有个靓女陪到你世界终结时。好，揾阿伊莎贝拉先，而家急急忙忙。食咗佢，呢度好，呢度系最难。我话呢度系成个 game 最危险嘅地方嚟，讲真，其余都冇咩难度。我上次都系喺呢度扣咗最多血，死肥猪。好，跳上去先，咖啡 ，coffee。系啊，搲我，点算大胆？哇，呢度系最难玩，讲真。其余呢只 game 嗰啲地方都算安全，喺呢度又窄又多丧尸，又啲死差佬啊，最难打。好嚟啦，二十兵啦，跟住点啊？喺呢度陪佢陪到够钟啊？定点？系咪？最后 ending， 解决所有机使而没有再停机平常。好嚟啦，呢、這个睇过啊，佢清晒所有丧尸，我记得。飞飞，飞呀、啊！伊莎贝拉，佢时间够啦，佢话唔使担心我，净系救你自己。佢山长水远过嚟就系同我讲呢啲咁嘅说话。你话你唔使理我嘅，呢真系女人真系咁黐线，完全反映到女人有时嗰啲心态就系口里说不，心里口诚实吓。佢、话你唔使担心我嘅，你自己走啦。救你自己啦！黐孖筋，山长水远，但系话咩？我好有紧要事啊！你可唔可以过一过嚟同我讲啊？之后就系同佢讲呢啲咁嘅嘢啊！你唔使救我，精神病。跟住喺度等到咩啊？一齐唔想停机坪，试下斩佢，唔得嘅呢个位冇得斩啊！你睇用唔到武器，你睇下半透明状态，你见到？喂，之后我哋点啊？而家仲有几耐？仲有成个零钟，落去兜下啦。男人系要出去滚下，你留喺屋企啊闷到抽筋。喂，先拉丝丝翻嚟陪一陪条女啦，好嘛？哇！呢度又哇，冇晒人喎、啊，冇晒丧尸喎，佢同我清晒喎、啊，丢烂你！锯唔诶烂咗啦，以为锯唔烂，喂玻璃。破坏下先，有睇有咩有咩攞啊？有支酒，攞去同条女怼啊！把酒谈心，刁难你啲嘢，又似你。仲有啲咩啊？冇啦喎，得啲枪，都冇咩特别嘢啦。讲真。手枪。冇用，
好，仲有啲咩做啊？而家系冇晒丧尸定咩？佢清晒成粒钟，之后我哋出去剪下肠粪算啦。啊，我哋出去公园剪下肠粪，度过埋啲余生去。超市有架车，你要唔要再推一下？嗰黐线佬啊，手推车，玩一下啦。反正而家时间就多的是，好好享受生命中最后嘅一刻。我哋唔坐直升机同嗰个伊莎贝拉长相厮守。哇！真系冇晒丧尸喎，你嗱呢部啦。呢部救极手推车，哦 ，weapon cut， 哇，好鬼难操控噶都，哇，佢黐线啊，精神有问题啊，佢唔系推噶喎，做乜鬼嘢啊？啱啱，你推到啦，啱啱系发生咩事？佢一脚 ban 落去黐咗线，咁鬼大力。咁 B 制定乜鬼嘢，佢就一嘢兜落去，睇下先。系啊，你睇，咁 A 制啊，你黐线！哇，咁样攞呢架车去坐人都即死啊！讲真，最当初一早啊攞呢啲癫嘅武器嚟玩玩，我哋出去试下架车得唔得？有冇拎出去啊，大佬？如果唔系得来咪冇用。哇，好难操控大佬呢架车，黐线！好嚟啦，出唔到去，有冇搞错啊？点样举起架车啊？兜落去定点啊？诶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！系好聪明你啦，谂咗个办法运咗部车出去，佢冇啦一路推出去嘅，因为佢你推紧嘅时候佢开唔到门。你由我买架车先，同条女讲我买咗架新车俾你，伊莎贝拉，仲可出唔出剪肠粉啊？上斜冇力，乜搞错？咁大男人推唔到上去。要搞错，哇！残废，好冇用啊呢个人，垃圾咁都推唔到上去，一个斜佬，一架车咁都怼唔到上去，点做男子汉啊？剪死你！剪边肠粉啊？橙汁酒、咖啡勾啊、沟牛奶，我睇埋而家要沟嘅话都难啲。我最多都系剪两下肠粉，都要即刻翻嚟。睇下先，而家几多点啊？剪肠粉都未必够时间，讲真。点样？附近有冇搅拌机啊？拎埋架车翻去。我而家翻去啦，冇问题，轻轻松松攞下车氹女，一定开心死去，买咗个 Benz 去个，撞咩人都撞唔冧，吓唔会撞烂架车，摆啲嘢上去得唔得啊？你估啊？运啲物资快俾老婆，攞个雪糕桶先。哇！掉唔到入去，岂有此理！掉三分波，喂，都系唔得，冇时间啦！哇 ！kick 鬼住嗰个嘢，系冇啦，唔好再揸啦，揸得嚟都冇时间。
我攞住呢部车跳得起都算劲，讲真都算系有啲。但系我跳得起，但系反而又冇力去拱上去个斜坡。好嚟啦，结局会系点咧？好紧张啊！伊莎贝拉，攞架车翻嚟俾你啊！开心啊！讲下嘢先喂，揿唔到啊！佢都系够钟啦，佢唔好担心我啦，够你自己啦。时间就差唔多，仲有五分钟，我哋可以见证最后一个结局。我可以完美放下呢个游戏，揸车啊，俾个车你啊！我想掉佢入去架车度啊！如果可以撑起嗰个 Isabella， 我一嘢掉落去。哎，嚟啦嚟啦嚟啦！12点。好紧张啊！究竟系咩结局呢？喂，望过嚟，一样你唔好同我讲系。Oh man, this ain't looking good. 喂，而家唔系几好啊状况。It don't matter how bad he wanted his scoop. When you're dead. 唔系一样嘛？点解啱啱佢又系话我见我唔到，我明明喺停机坪，跟住而家又话我见我唔到，次次都系咁嘅结局，吓、啊？我啱啱系中咗北市啊！其实我觉得我印象中攻略好似唔系咁噶喎。啱啱佢如果我系冇，我系上到去嘅话，佢有啲咩？佢正常就会照样接我过嚟，有个直升机嘅结局噶嘛？我记得系，都系 ending C， 完全唔知点解喎。Ending B 系点玩？我玩晒所有结局。仲有结局你唔使爆，系拉咩？你差边个啊 ？Ending F 拆炸弹嗰、那个，搵完 Isabella 翻停机坪咪入去嗰个 good ending 咯。唔系，搵住 Isabella 翻停机坪就系 ending A 啊！啊，我话 safe 之前系玩咗 ending B。等先，我话 safe 玩咗 ending B， 我话 safe， 我话 safe 嗰阵时玩咗两个系嘛，玩咗两个结局嘛。等先数一数先，唔可以错乱先，稍安勿躁。有一个就咁救咗，我净系记得 Jesse 咁样影住 Jesse 低住头咁样坐直升机走啊嘛。其中一个结局系咁样嘛，啊完全唔知做咩，就系咁影住佢，好似好有愁绪咁样，有啲事情未发生咁样嘛，系嘛？你猜 ending F， Jesse 冇死过 ending B。仲有15分钟，你想做啲咩？算啦，我已经完全爆佢啦，我已经可以放心啦，呢个游戏已经解决啦，我安心将佢摆入雪柜，传俾我孙。仲有15分钟，想做啲咩？玩只 game 玩下，你想玩咩 game 啊？你想玩咩 game？唱歌先唔唱嘛，呢啲規矩啊唔能够坏，礼落崩坏唔得㗎嘛。想玩咩游戏？踩地雷，我可以话你係咪想玩踩地雷啊？百事超人佬啊，未冇啊呢个游戏，而家要搵返部 PS 出嚟。Forza， 你想玩咩啊？係咪 Forza？冇错，但我又未必有得同人玩啊！自己揸，冇所谓，我带你游下城市嘅啲城咯。如果你想揸定点样，唔够人玩，冇得玩你想象中嗰啲国王游戏嗰啲啊，冇噶啦。
哇，系啊，提一提大家 ，Forza 嘅 save 都系坏嘅，我所有靓车都系冇噶。提一提大家，我呢部机已经系坏咗多次，多隻游戏嘅 save，Forza 个 save 都系坏嘅。之前我整嗰啲吉利战车嗰部嘢已经系都系俾个 save 一坏都冇埋。你系咪玩 Forza 冇所谓？提一提大家，你个想睇下，俾你开下咯，四围行下，引你买部车俾我。我部车冇得买啊，自己画拉花嘅嗰部嘢，珍珠都冇咁真。呢度仲有我啲游戏，我谂下先，我仲有啲咩游戏嗱？我俾你睇下我啲游戏，我买过呢啲，你要唔要玩咩植物大战丧尸啊？啊，我都好中意玩，我买呢、這个，你呢度系我你睇下嗱，第一只恶魔城。我乜成就唔睇下先，我谂啊冇咩，你哋唔会睇噶啦，系嘛？你又会嫌佢旧 game， 你哋睇过系嘛？诶，有植物大战丧尸啊，跟住士魂，之后呢只 QQ 地嘅一路行一路打，跟住有一只旧版街霸，呢部玩过啊！丧尸植物，丧尸大战植物，要唔要？你要玩？我问你哋决定啊！叫 KMDD 上嚟玩咩啊？丧尸大战植物啊！植物大战丧尸 ，no， 好灵唔好啊！好坏参半，街霸旧嗰只街霸，好似啲人你唔系咁中意玩旧街霸定点啊 ？Forza 定系你自己决定啦，旧街霸定 Forza？ 波萨自己揸车啦，我谂而家都搞唔切一场啊！是但玩一场嗰啲，是但俾你睇下个 save， 俾你怀念下个世界定点样啊？算啦，等等，等等啊！啱啱先喺个柜度掹翻只 game 出嚟，等等。我今日已经系今日嘅，我已经系完美嘅。我话俾你听，我以后又可以挺住胸膛咁讲，我已经爆个机，呢、這个 game 已经完美无瑕，好似雷奥咁一拳打上天，一生无悔无憾。点解我想问，点解我系有冇人系成日坏 save？ 我想知你哋坏过几多次 save？ 我想知我系咪最多人最多坏 save 嘅玩家就系我啊？Forza 个 save 都冇埋，零次你坏过一次，人品问题。其实我话咩 ，Forza 个 save 系我自己有少少问题，我唔知佢话咩记，我喺度清紧啲 save 定咩，喺度搬嚟喺度执紧嗰啲，跟住我就喺度见到有一个咩记录的档案定咩，我净系见到嗰个最大，我话冇洗到，其余我话洗鬼晒佢，你咪悭翻啲位啊成，只要一洗之后就冇鬼晒所有只黐孖筋，我话记喺 account 定乜鬼嘢上网嗰啲乜鬼嘢啦嘛。好嚟啦，玩咩啊？自由赛事啊，定咩？睇下先，你想玩咩模式？点啊？安装光碟二，你想玩安装光碟二啊 ？Online。睇下先啊。
等等啊，冇位啊 ，online 玩，等等啊，我仲要喺度噏嘢，你喺叽哩咕噜叽哩咕噜，吔屎啊！线上比赛，是但寻找个比赛啦，睇下冇咩，快速配对，即刻赢一场，攞下烂车 A286同人斗啊！而家冇咩人玩啦，所以你成日叫我玩，你知要搞一场，你以为搞赛车？赛车从来都系贵族活动，劳民伤财，咁易搞？搞场嗰啲格兰披茨一定要好多人。哎有啊，睇下先。拣啊拣车，法拉利唔使讲啦，唔识车嘅人都即刻拣法拉利。是但边部？睇下先啊，好鬼紧张。一急放程式，法拉利环道赛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我系冇炒佢，玩真赛车嘅我一定系净系拣法拉利啊，唔使讲啊，最强，因为我净系识法拉利嗰啲咩车，你讲嗰啲。咩嗰啲车厂啊，乜鬼嘢福特嗰啲我唔识，哇！我抬头位第一名已赢，你睇我而家即刻冲终点，赢了冠军，呢度已经系终点，你睇我第一圈第一名，会唔会太劲？呢句成条街吔屎啊！后面同我食尘啦，咁快啊？点啊？我一级方程式都唔够佢快，有冇搞错？撞车黐线！好嚟啦！有似你啊！而家仲系第二名，好转个靓弯先，继续追上后面嗰个人，同我继续识衬，我已经好快追到啊！凭你啲垃圾车，有客赢到阿法拉利咩？冇人可以超越喺我前面啊！似你追到你啦！你冇谂住超越我直路，我一定赢你嘅车嘅性能，识行喎，女神！我哋咧已经慢慢拉近距离啦，你吔屎啊！我要攞第一名，撞你！不堪一击的家伙，垃圾！后车差距太高咗啦，你睇。好，轻轻松松啊，重新领先翻第一名嘅位置。哇，对面来势汹汹喎，系咁加速喎，让下你，哇，岂有此理，居然特登嚟撞我！我喺度让你，你居然咁样，岂有此理哇！真唔识死你都算大胆啊！你个贱人！敬你一尺，你居然咁，我让你，而家冇所谓，而家先第一圈，我轻轻松松就追翻，剩下我再嚟，做咩喊出嚟？入咗去维修站啊？定乜鬼嘢啊？唉，入维修站让你班友啊，真系黐线！维修站冇得俾我加速最尽，就一定要一波阴功。唉，好鬼知呢个维修站咩？黐线！快啲啊！唔使啊，烂烂啦！你班计弟唔使同我加油嗰啲啦。阴哥啊，追唔追到？你估啊？冇人可以超越嚟我前面啊！仲有啊，仲有机会啊！我部车，我嘅性能系唔会输俾佢啊！故意铲草皮，铲草皮嚟减速。入关，好，有我只要唔放弃，有机会，仲有几多圈啊？三个圈，得嘅，
相信我。你睇下见唔见到嗰啲速度？我哋睇翻左上角嗰、那个表系咁跌紧啊！你睇下佢啲牛底啊，牛晒车，六百几米，已经追得好贴啊！正蠢材，当你哋两个喺度狗咬狗骨嘅时候，我已经暗度陈仓，上吉嚟啦，重夺王者之位。好一好靓嘅 S 字型弯，冇问题，转到过去，再嚟，哎呀，又跑翻上七百几米，吔屎啊！加速啊！佢哋只要炒多一次车，我有机会。喂，唔可以再入维修站啊！啱啱争啲，哇，食屎啱啱嗰嘢就系因为窒咗一窒啊！几惊又再入维修站。我星眼窝启动。追啊！咦啊！七百几、六百几啦，跌翻去五百几几米，急刹、好靓呢个弯，合时冧埋啦嘛，追到四百几米啦，冇俾佢放甩啊！加油啊，雷神，舒文加，风驾车人，佢啊咩啊咩，哇！点解咁样啊？摄咗入去，大镬啊！又俾人跑翻转头，五百几米。佢哋啱啱好似炒啊炒车啊！你睇下秒差，已经缩短咗十秒嘅距离啊！追到不是梦，啊大镬啊！求下佢哋撞攞啲车啊！只要咁我有机会啊！佢只要有一次分心喺度斗炒车，我有机会啊！呢、這个时候我唔可以放弃，上啊！空架车啊！千祈唔好再入维修站，我系赢啊！我有机会啊！我部车法拉利一级方程式格兰披智赛，我让咗佢成千米都算系咁啊！讲真，如果又费事你话我胜之不武攞啊，自己咁高技术又有、车又缩短咗距离啦，三百几米嘅就只系剩翻。好，千祈唔好入维修站就得噶啦，退步。呀，做乜做乜鬼嘢？嗨到少少草皮，加速加速世界，上啊！特朋友，直路冇人可以超越到我啊！旋风白林，上啊！呀！急速杀制，好靓啲啊！完全冧埋啦嘛，最到啊，二百几米嘅速度，仲有机会啊！唔使自走，你班友。大镬又飘咗出去，翻嚟嘅八几米保持住，又缩短咗一秒，一秒就系分秒必争。你睇下，见到啦，各位，哇，佢做咩鬼影加速啊？黐线啊！做咩佢突然间闪一闪前，追到啦，追到啦，追到啦，唔好放弃啊！咦啊！睇下佢哋咬晒底，佢话点样啊？有咩可能啊？明明输咗成个圈，点解会追到啊？正蠢材！我呢个时候沉住，我只要唔大炒弯嘅话，我只要喺嗰个最后嗰个直路冲线位嗰度，我就一嘢就可以追到你，唔使撞埋你啊，契弟，中咗，贱人！你呢啲咁下流嘅赛车手，我一定要激佢哋，喺越行道入维修站啊！你班契弟，点解佢哋唔会俾人逼入维修站？啊！要冲线二啊！啊！我阻住啊！拉落去啊！我又撞啊！呢个低级嘅赛车手，贱格，吔屎啊！点解我撞唔赢佢啊？仲有一圈，我仲未输啊！好。新奖章头衔已解锁，已经重夺第二名位置。第一名你好快又会被我打靶啊！惊嘅咩？哇，得位你啲贱格啊！又嚟，两个都系下流嘅赛车手。你知喺跑马咁样卡我个马位啊，即刻犯法，即刻要注销资格。好，我唔怕你投注，我最后一刻去到嗰个终点嘅时候，你就知惊。故意俾你捏住啊！你以为有咩好威？